高普曾在采访中吐槽王大治的长相，他那个长相要是放别人突然每天要一见的话都会受刺激，因为肾脏的好的细胞都会死掉好多。王大治跟苗圃从小一起长大，曾经还追求过苗圃很久，长得太丑了。对对对，他自己承认了。那哥们儿长得就被那个就像门挤过那样的，门挤完之后轮胎又碾了一下，你说呢？我现在能坚持活到今天，我已经很不容易了。就已经是真的，就是已经对他长相，其实我只是给你们一个形容，给你们一个转述。